看在真主的份上，请你收养这个孤儿吧。真主是明察一切的。卡德尔阿吉，祖哈拉走了一天多了，您快想想办法吧。祖哈拉跑出去一天了，你一点也不着急？谁不着急？以后你不要老跟着我。 你有老婆孩子，我光棍一条。上一次要不是因为你，卡德阿基准叫我去。这回呀，我单独行动。不行，那不是自己送上门去了吗？我年纪大了，在世上没有什么可留恋的。你们不要去，我去。 爸爸，不要哭，孩子，你哥哥呢？我们分手以后，他去找祖哈拉了。好，我去找他。爸爸，我跑遍了半个世界，历尽沧桑，总算把你们带回祖国了。哎，我这把老骨头就是埋在这里，也死而无怨了。卡德阿基，我去。 夏局长辛苦了啊！哎，我不辛苦，不辛苦。夏局长，你倒很清闲了啊！有人通报说，大娃子藏在水磨房，你看是不是？哦，明白，明白。听说。 大屋的和尊夫人不太干净。混蛋，瞧你这熊样！哎，是我这样是不好。来人呐！哎哎哎！给我压下去！夏局长，不不不，夏局长，你饶了我！哎呀，我求求你！哎呀，夏局长啊，你夏局长！
叫他们兴师动众的。我来告诉夏克，这地夫人更惨。住手！快住手！张大人有令，大娃子可以演出了。爸爸，爸爸。爸爸呢？你千万不能让他失忆呀！我保证。你千万不能让他失忆呀！我保证。站住！你们不要管。你到监狱去。到临头了还不老实啊！拉出去！走！快！现在叫你们去办一件事情，如果办成了，那就免了你们的死刑啊！我曾向他保证，不叫你学艺。可是，是我自己要学的，这和他有什么关系？你还小，不懂啊。因为你不听话，一定要学医，气得爸爸好几次都想把你给扔了。真是一言难尽啊，爸爸。张大人，哎，
始了，请孕妇和心脏病人退场。真主保佑。阿弥。
这就好，这就好。珍珠会惩罚他们的，放开吧。对不起，叫大家久等了，在演出就要结束的时候，再奉献给大家一个精彩的节目，请走。他们也有节目啊，有人在背后指使这两个人对我们下毒手，面对至人至死的真主，说这个人是谁，说下克。加害于我们的就是他下克尔，因为我们亲眼看见他杀死王大人，还要杀人灭口。我村长，竟有此等事，真是胆大妄为！来啊，速速拿下！这，哦。别说了，他是个出色的艺人。爸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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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爸爸。
사는 빛나